2022年度施政总方针是防疫情、稳复苏、保民生、促多元、强合作、谋发展。面对全球性新冠疫情，特区政府切实做好常态化防疫工作，提升本澳居民新冠疫苗接种率，进一步完善分区分级精准防控和全民核酸检测等预案，继续发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的统筹作用。根据区域联防联控机制，加强信息互通，协调做好口岸防控和卫生检疫措施。与此同时，持续优化社会民生工作，延续原有的各项惠民措施，并会因应新形势推出新措施，有序落实五阶梯房屋政策，优化医疗服务，缓解看病难，推动离岛医院医疗综合体发展，提升医疗服务水平。以建设市民运动公园为方向，跟进日院跑球场原址兴建体育设施的规划，拓阔居民运动休憩空间，同时致力保障居民就业，维护劳动权益，强化社会服务，完善社会保障。特区政府亦都十分重视教育资源的投放，将促进教育全面协调发展，推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，持续加强爱国爱澳教育，落实青年政策各项工作，推进以中华文化为主流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建设，建立科学的人才引进制度，为澳门未来储备人才，